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口罩画家杨文鼎利用双脚画出着美丽画作。草屯基督长老教会特别邀请伊到现场来画图，而且分享伊的生命故事。未遇无手，人总失志。靠着画家金文鼎训练，用脚食饭、写字、照顾家己，伫咧创作方面，目前很在灵。在生活当中有经历了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没有放弃。金文鼎有优白优美照顾栽培，成做国际著名靠着画家。伊嘛希望大家当改共款，伫咧爱内底大汉，乐观面对人生态度。现在的小孩子对抗压的这样子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，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杨老师的分享来激励、来鼓励现在的年轻的学子。认真教会一摆，邀请尤文鼎是看到即马小组化，爸母嘛靠家囡仔惜命命，互囡仔个性较淡淡，所以透过这场生命故事分享活动，会当让大家更加勇敢面对未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